刚带嘉欣中午照完身份证，二条说我们一起在火锅店吃个饭。点菜都点完了，都点啥了？反正一大堆肉，乱七八糟的。我还点个生肉片，生牛肉片，让咱妈他们尝一尝，刺身那个。啊，我是不太喜欢吃那个。好吃。完了点了个鱼片，完了牛肉、羊肉、猪肉还都有。还有鱼呢。黑鱼片。这些都是免费的小菜。你给我盛点罐头呗，我想吃罐头。行，我给你盛。免费的凉菜盛一点。我这整的好吃的多，我这正让我尝一尝。我这正儿八经好吃的点儿。你咋没闻闻？我尝一尝，你尝这么尝多咸的。一点盐，你整的好吃。那蘸肉吃，这么吃干吃吃不完呀。九饼正在参加西瓜 play 的打榜活动，在29号到31号每天都会在直播间进行直播，希望大家有时间都能来为我投票。谢谢大家的支持了。这是什么肉？羊肉。羊肉。豆腐。大豆腐。裙带菜。那个牛肉。这个是里脊肉。你这个肉点的感觉都长差不多。这两盘是五花。那是牛肉。牛肉、羊肉。这是里脊肉。还有一盘鸡馒头，蘸炼乳。还有个牛肉。还有刺身没牛，还有一个黑片。你这是打算一人吃一盘半？一人一盘。肉。这是啥？那个是虾滑。虾滑。虾滑。虾肉，那挺好吃。那是下锅里的吗？对，这条视频不能被小七他俩发现呢。不能他发现，尤其大人的。啊，大人的看到这这哭了。少吃两顿的。哎呀，不带的吃肯定不高兴。肥牛刺身，这生肉片蘸蘸那个料吃。肥牛什么？刺身。刺身。这么蘸吗？这就得蘸芥末。你俩尝尝。我不想吃。你尝尝，尝尝。能行吗？行，没啥味儿。好吃。加薪吃一个呗。好吃点儿。凉快可清爽了。没有酸味儿。我也不太敢吃，我过不了心里这关。我还是吃热的。吃啥呀？吃啥肉啊？你要学那个电视剧，你忘了那个学那个叫刺鲁尼那个镜头。啊？你不吃了？你不吃我也不吃，你那边涮羊肉涮的。我老吃了吗？生肉。吃完饭了，姥姥的检查结果下午还有一个没出来，等到出来了看看，开点药，二条就打算回家了。